各位观众，我们要大气一点的直播呢。15.6寸触控萤幕，好处多而多，有多而多呢？来，从行动电源开始供电，这里送电力出来，送到我们的平板萤幕。这个平板萤幕呢，很便宜，触控的，送电进去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电力运作状态，电力的运作状态，好，几 V 啊，几安啊，哈。然后这个几瓦哈，现在11.92V， 然后再来看它几瓦哈，几 V， 它现在是0.8哈，那现在大概就是10瓦左右的一个输出，哦，你看10瓦呢，我心算多好，10瓦，那送到这里来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叫输入 USB 输入，这条线呢就直接接到我们的全球通 Fiber C， 接到了全球通之后呢。这个是 6.4 版本的 EGL 5 Plus， 5的意思就是 6.4 是指萤幕，4就是 4K， 然后5 Plus 是5个输入，那这5个输入输入进来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就可以进行直播了。那直播作业当中呢，我把其中一个通道呢改过来，改成我们的摄影机通道，改成摄影机通道，好，我们先把它删掉，哎，摄影机通道就好了，画质非常的好哦。再来，哎，改到我们这一面，你以为这样就算了吗？我们这样在直播的时候呢，不够大气，所以要做成 15.6 寸。15.6 寸这里也可以控制。啊，最新版本了哈，这么多功能，遥遥领先，真的遥遥领先，啊。老板讲话不浮夸，但是动作很浮夸，做起事情来呢都不留余地的哈，就是往前走就对了啊，哦。我们都在做未来的科技，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明白。这么样多的功能呢，这个萤幕呢有够便宜的，两个 6.4 EGL 全球通跟 6.8 EGL 全球通搭配萤幕购买，会让你猛猛的满意。但是一定要 Plus 的，它才有这个功能哈，哦。Plus 有大传这个图传功能。它可以无线图传到电视上，也可以拉线图传到触控萤幕上面来进行控制。这样的功能呢，非常的了得。上字幕、上 logo、上时间，功能一应俱全。那这边感谢大家，谢谢您了解我的明白。那么有机会呢，我们每天都有黑科技，帅哥谢谢哦，拜拜。每天都有黑科技跟你分享啊，哦。然后这个悠然子的支架。悠然子的云台，让你的角度呢更加的方便。那么走出去呢，我们走到哪里播到哪里。现在呢，你可以针对你的直播间哈，每一间直播间都做一个这个 set。悠然子的碳纤维灯脚，啊，自由调整高度，移动好方便。那么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你的直播间呢要进化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你最好的选择。那你也可以把萤幕哈，这个导播萤幕放到下面来，这里是个镜头，那这里是我们的面板控制，自由调整我们的哈画面。那么感谢妈祖伯的波比，啊，感谢妈祖伯的波比哈，感谢妈祖伯的波比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强烈推荐 6.4 EGL 全球通，全球通五个输入 4K 镜头有五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 G 讯号提供给您，厉害了我的6.45 Plus 全球通，谢谢大家。